律动儿歌。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火火兔律动儿歌，我是你们的火火兔姐姐。Hello， 我是超级可爱的火火兔。火火兔姐姐，今天要学习的舞蹈是什么呢？你看那是什么？哇哦，竹蜻蜓！是的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舞蹈就是竹蜻蜓。竹蜻蜓呀竹蜻蜓，我有一只竹蜻蜓，有时搓搓被风破，气简单又神奇。竹蜻蜓呀竹蜻蜓，乘着风儿飞不停，去到遥远的地方旅行，飞过城市飞过森林。我也羡慕着蜻蜓的翅膀，可以自由在天空飞翔。当我拥有勇气和力量，也去看看世界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也羡慕着蜻蜓的翅膀，可以自由在天空飞翔。当我拥有勇气和力量，就可以实现期望和梦想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让我们再来跳一遍吧。竹蜻蜓呀竹蜻蜓，我有一只竹蜻蜓，有时搓搓被风破，气简单又神奇。竹蜻蜓呀竹蜻蜓，乘着风儿飞不停，去到遥远的地方旅行，飞过城市飞过森林。我也羡慕着蜻蜓的翅膀，可以自由在天空飞翔。当我拥有勇气和力量，也去看看世界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也羡慕着蜻蜓的翅膀，可以自由在天空飞翔。当我拥有勇气和力量，就可以实现期望和梦想。我也羡慕着蜻蜓的翅膀，可以自由在天空飞翔。当我拥有勇气和力量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绿豆儿歌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下期再见了。喜欢火火兔的小朋友们，赶紧扫描画面中的二维码，关注公众号火火兔，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哦。